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你姐姐很照顾我，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问完，但说好了好了，我就不说了，赶紧让王俊凯。啊，你们好，大家不要小心一些，对对对，因为那边刚才差点出事故，安全第一是吗？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几句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今年呢是小凯出道的5周年，主演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呢最近正在优酷热播，25号呢也将登陆东方卫视，个人写真书《19岁的时差》也即将发行，所以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说呢？就感谢大家的陪伴吧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呢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。小凯呢上过今年的 Super L 夏季刊的封面，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小趣事可以分享？因为当时拍的是棒球的主题，非常青春，然后我觉得当时也是在拍摄的时候有好好的玩了一下棒球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。好，谢谢，欢迎你的到来。